韩星煲啊，袁姗姗同陈海琳 Grace 呢日喺香港出席品牌活动。Grace 日前喺社交媒体分享到佢同老公郑嘉颖首次带阿仔出街，新手妈咪有冇搞到手忙脚乱啊？好开心啊！我哋咧之前就准备咗一大袋嘅嘢，即系可能佢要换片啊，或者食奶啊咁样啦。一出到街之后，冇几耐佢就瞓着咗，成袋嘢系冇用到，但我哋觉得佢好乖咯。同埋如果我哋一早知道佢原来系咁快会瞓着，或者佢出街系咁乖嘅话咧，我哋唔会等三个月。我谂我哋一个月已经会带佢出街。提到 B B 就快100日 ，Grace 都想话一家三口影翻啲家庭相纪念一下。佢啱啱出世之後冇幾耐咧，就影咗啲相。咁但係嗰陣時好細個咧，佢淨係可能眯埋眼啊，冇乜表情。咁但係而家咧就好精靈活潑啦。咁都希望可以影一輯新嘅相，就作為紀念咯。上一次我帶到嘅時候咧，我老公就睇我影就冇一齊影啦。咁我希望今次佢都可以同我一齊影，咁即係有翻一個回憶俾 B B 咯。至於袁姗姗話，今次嚟香港第二日就要走啦。講到香港有唔少嘅美食，見緊身嘅佢又忍唔忍得住呢？特别想，但是这一次好像没有时间啊。之前有来这边拍戏的时候吃过很多好吃的，其实尽量选择比较健康一点的吃的，但是有时候女孩子嘛还是有点嘴馋，但是当嘴馋了可能第二天就要多练一练。